姐，姐，哎，来了，姐。看你们冒毒的，哎，情愫，哎，哎，老板娘最近怎么样啊？啊，忙不忙啊？哪儿有空没空？你这个喝一杯去。啊，哎。什么正经啊，当初要不是哥们儿牛，你其中作战的今天啊，又想当表又想立牌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当初你说咱哥们儿各照顾他，哎哎哎，壮哥，哎哎哎，哥们儿，别闹玩，你他妈咋气的？我把这油加你回来，听见没有？闹玩，哎。啊，知不知道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听小谭说他昨天晚上回来一句话都不说，跟丢了魂似的。哎，把钱收了。哦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想去哪？我要去镇上。等着我，啊，等着。啥呀？哎，闺女给你买的衣服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哎，啊，试试。哎呀，瞧瞧这衣服的颜色啊！你看看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先生，哎，这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显年轻。啥呀？是吧，秦叔？好看吗？啊，好看。秦叔，累了吧？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树伟，刚才我听开平说，他要跟你提结婚的事儿，你没同意。你咋不同意呢？开平对你可是真心实意的，他都说了，这一辈子不娶你呀，他也就不结婚了。你看看，你现在这么痴情的人，你上哪儿找去？哎。
社，副主审。太平，啊，青树啊，我就托付给你了。我做饭去，想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，干妈。那就这样，我给你做个辣条的拌面啊。行，你们俩聊天，我做饭去。好好好。我刚从乌鲁木齐回来，和石油公司谈合作已经谈妥了。这下好了。我的公司总算走出困境了。哎，我进屋去看看干妈需不需要帮忙啊。金树，你也进来吧。你进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帮你忙，哎，干嘛？聊天去。你一个人多累呀，啊！哎，这青树呢？姐，你回来了。姐，我到大哥到镇上去买羊肉串，你去不去？哎，姐。人手够了，要不你们回去休息去，啊？不用，没事儿。哎，姐，你干嘛去啊？大哥，我姐这是怎么了？刚才开车来的时候就是精神恍惚的，差点没出事儿呢。这会儿一句话不说又走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最近啊，你帮我看看。三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啊。把嘴放干净点，滚！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嘛，何必憋在心里呢？你放开，别跟着我。你多管闲事，你走！我不会劝人，甚至连帖子都管不好。如果你想骂的话，就骂出来。如果你觉得我烦，我可以转过去。你把心里这口气发出来，也许会好受一点。
误会我和开平了。其实我是怕他生气才没告诉他，我不该说谎，害得他临死之前还以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。我真后悔，我应该对他说实话，那样他就不会去找开平打架，他就不会喝酒，不会去林子，他也就不会死，妈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，而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应该会叫爸爸妈妈的。我会是一个快乐的母亲，快乐的妻子。可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丈夫死了，婆婆疯了，我再也不能生孩子，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。朱哥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杀死季明？季明是不是真的枪走火死的？还是因为我骗了他，他想不开，是我害死季明吗？他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吧，别再想了，别再追查下去了。事情能不能过去，只有自己心里明白。但是你必须这么想，日子不可能重新开始，我们不能永远地活在过去。如果能重活一次多好，我一定不会说谎，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有多爱他。我是多想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。如果真能再重活一次的话，我不会再打架，不会再喝酒，也就不可能办那么多错事了。醒过来，这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吗？现在还有好多事需要你撑着，我知道你累，我会帮你。事情总会过去的。刚才说什么去了？怎么了？百灵鸟在花儿中走。
三哥犯什么神经啊？又唱上了。来，啊，这周还要什么呀？十个肉串去。啊，行，我拿去啊。啊。啊，百灵鸟在花丛中歌声多委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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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唐，哎，怎么是你来开门？他们人呢？他们都到诸葛那边去卖羊肉串了。什么？不陪酒，陈总，为啥你陪？他不会喝酒，不会喝酒，不会喝酒的。哎，他又不是你老婆，不是我老婆，你们是什么？啊！啊！起来！大哥，你起来啊！哎，咋回事？咋回事吗？喂，派出所吗？我报案，县医院门口有人无照经营，还聚众滋事，你们马上来过来处理一下。好，好，谢谢。群众报警说你们无照经营，又聚众闹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秦叔，秦叔，秦叔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是？啊，我是秦叔的未婚夫，他怎么了？就你还是？哦，你是秦叔的未婚夫啊？是这样。他们在夜市摆摊卖羊肉串。不会吧，我们家亲树怎么可能摆摊卖羊肉串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搞错了吧？摊是我的，跟亲树没关系。原来你在啊，难怪我们家亲树也在呢。亲树，你别着急啊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啊，放心。司长，摊真的是我的，跟他没关系，让他走吧。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他们是欺负小桃，你们为了保护小桃才跟他们打起来的。对，是他们先欺负我们的。少说两句。李所长，这事不是什么大事，你要怎么处理赶紧说吧。是，不是什么大事。不过诸葛，你无照经营又扰乱社会秩序，是要罚款的。罚多少？看你们是初犯就少罚点，500块钱。500块钱还少，我们干两天还不够五百。这是500，可以走了吗？不用，喂，三儿，好，所长，我们全部就这么多了，我知道不够，明天给你送过来，行吗？行行，这没问题，不过还不够啊？那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样吗？要抓紧时间办理营业执照，没执照啊。不允许随便摆摊的。哎，知道。那没事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行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
再见啊。朱哥。对不起。又没什么大不了事，干嘛说对不起？你知道是哪个瘸子鬼抱的你？什么孩子没骗我？哎，朱哥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去医院。走吧，坐我的车我送你。不用，我想自个儿走走。啊，三儿，你别去了。啊，早点回去。朱哥，以后生活中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向我开口啊，跟我可别这么客气。来了，什么味儿这么臭啊？嗯，说什么呢？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啊，好，慢点啊。开平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派出所的呀？啊，我去医院找你们，我以为你们都在那儿。我听医院门口的人告诉我的。哦。听说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说的啥话？谢啥嘛？三哥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啊！哎，我先回去。哎，三哥，你回去休息吧。回吧，桃。怎么有点反常啊？没药呀。太平，我累了。我知道你累了。我说两句话就走。青叔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把事情都告诉你了，就是希望你能够信任我。可是你什么都不说，我觉得你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件事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瞒我那么长时间？因为我知道你对季明的感情。而且我也不想在季明死了之后再说他的坏话。说他坏话？难道你觉得是季明错了吗？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觉得季明作为你的丈夫，他太不信任你了。我确实说谎了，确实是我骗了他。太平，季明临死之前都怀疑我和你骗他，你难道心里一点都不内疚吗？我不行，我只要一想到这个，我的心里就撕心裂肺的难受。青叔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提这件事了？啊，季明已经走了，走了两年了，再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不要再为这件事情纠缠我们俩了。
难道一个失去的人比活着的人更重要吗？我忘不了。你必须忘记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也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。青叔，嫁给我吧，让我来照顾你，让我来保护你。对不起，我试过了，真的不行。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，我也想努力的尝试和你在一起，可我一想到季明临死之前都怀疑我们两个有私情，我没法接受你。我只要一看见你的眼睛，我就想到了季明怨恨的目光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。我已经等了你这么多年，我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，我会一直等下去的。青叔，放心的把你自己交给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两个一起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。我保证，我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相信我，相信我好吗？结束，相信我。福尔摩斯笑了，说道：“这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，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。”现在我一见到他，我心里就紧张了。我离他越来越近，我就越能体会到他心里的疼，哥心里也疼。做梦了，大哥，又梦见青树了吧？喜欢人家就说，不要藏着掖着。喜欢人家就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帖子的，以后别乱弄啊。哦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愿给那姓孙的看店，你吃早饭。三儿，嗯，还是回去吧，那店里不能没人。哥，嗯。现在这油站不是我们的了，给那个孙老板送回去啊。我不管，又没正式说，凭什么把钱都给他呀？现在肉串卖不成了，又没有什么收入，那铁子治病还需要钱，管不了这么多。行了，送回去吧，送回去。大哥，我不愿意送给他，我不愿意。那姓孙的趁火打劫，20万把油站买了，没油站的收入，拿什么给铁子治病啊？从小到大你还不了解我脾气吗？我说过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，要么你把钱送回去，要么……行了，大哥，我送还不行吗？
老三，三，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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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不是那意思啊，我说话不太好听，别往心里去。我不喜欢欠人家的，你说我真拿这钱，我真的没法花呀。帖子的医药费呢？我们一起想办法。你不常说吗？我们俩联手，天下无敌吗？啊！大哥，我知道了，咱不欠别人钱，帖子的医药费咱们会有办法的。谢谢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哎，青，叫什么呀？叫我。那你俩好好聊，我回家了。胡说什么呀？好好聊，大哥。你哥去哪儿了？姐想跟他说说话。以前啊，看他不是打你就是骂你，对我的态度不好，我还以为他是个粗鲁的人，其实是我误会他了。你哥这个人心挺细的，姐的心事他都能理解。等你醒了，姐跟你好好说说你哥，他的人真的挺好的，以前咱们都不了解他。哥是喜欢上他了。孙老板，你好。这位是陆达成，陆律师。啊，这位是朱哥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加油站就是他的。哦，你好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朱哥，我请陆律师来呢，是给咱俩做个见证，证明你的加油站转让给我了，你看行吗？当然行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这里有起草好的合同，你们两位看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，
签字就可以。啊，在哪签？您最好先看一下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。不用看，你就告诉我在哪签就行。哎，杜哥，啊，你还是看一看吧，以防万一。哎，什么万一？我钱都收了，这油站当然是你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朱先生，您的加油站就已经正式转让给孙先生了。啊，您也知道变更的事儿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事儿呢，您可以委托由我来做。行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行。啊，陆律师，谢谢你啊。好嘞，好嘞。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个兄弟小三的事儿，我没忘，我把他留下。啊，哎，谢谢啊。我知道你离不开铁子，所以我就把律师直接请到病房来了。你可别多想啊，我怎么多想的？我得谢谢你啊。那就好。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一说。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，我和青树就要结婚了，可是因为铁子的事儿给放下了。啊，说过，对，说过。不过。觉得你和青树有点儿，朱哥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，我不怕你笑话我，我做生意行，谈情说爱实在是不灵，从小到大我就比不上别人，所以我这个人在感情这方面我挺小心眼的。行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，啊，可能最近因为铁子的事儿呢。接受我走得比较近，你别在意。